哎，愣着干嘛呀？今儿真的演得特别好，谢谢啊。我都有点感动了，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啊？不了，我有约了。男朋友啊？八字没一撇呢。行吧，那明儿见吧。嗯，拜拜。哎呦，您老亲自来了。那哥们谁啊？我的罗切斯特先生。什么叫你的罗切斯特先生？是你的吗？是我的，怎么了？爱静，我真没跟你开玩笑。那天在广州 KTV 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你记不记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辛苦了，导演。快过来！我知道淮海路有家特别好吃的私房菜。哎，我听说过那家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还蛮好吃的。是啊。帘子，拉一下帘子。行啊，来，好了，走。要不然把那个小赵叫来。哎，行啊。没有声音了。应该走了吧？看一眼。慢点，你等等我呀！哎呀，我记得我剧本放这儿了呀。你再想想，你放哪儿了？走了。啊，我看看啊。啊。来了，来了，有人，有人，往哪儿来了？我们大爷上来了，快，看别，小心啊！刚还在呢，他们没走。你耍我！切！回来。说真的，你到底记不记得？那我帮你回忆回忆。不记得。你挡了什么呀？哎，小飞虫，这里怎么那么多小飞虫啊？你看，飞那边去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